谢这六组表演的人员，让我们今天人员表演者，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么充实的夜晚，有这么多好听的歌可以听。那铁花村的节目，今天的节目呢，会在我等一下唱完一首歌之后就告一个段落。那我们礼拜四到礼拜天一样，8点到10点会有节目演出。那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是谁表演的话，就可以上网看那个我们的粉丝专页，铁花村的粉丝专页，或是 IG， 或是如果你们等不及的话，等一下可以找工作人员问，好吗？好，然后最后一首歌呢，我们要献给。现在因为很多确诊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然后被框列的人越来越多，然后他们都需要待在家里，所以我们要唱一首歌叫做《囚鸟》，也没有鼓励的意思哦，就是形容他们就是囚鸟，没有啦。嗨，囚鸟，这是我们好朋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嗨，这是他点的歌啦，囚鸟，我们今天要唱给他听。为了唱这首歌给他听，我们就直接派出那个铁花村的行政人员全体上台，我们一起怀念他。献给市民，还有。
家被隔离的人们，不管是确诊、被框列，或者是身体不舒服这样子，没事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天哪，好像要来首《快乐愿望》了，好像太闷了。好，那就再送一首歌给那个。确诊的人，好像囚鸟真的太囚了，太悲惨了。快乐愿望，快乐愿望呢，有收录在一张专辑叫做《会唱歌的蓝房子》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就用手机搜寻《会唱歌的蓝房子》。感谢大家陪伴着铁花村。就是这样
围里面结束今天晚上唱作俱佳，希望大家忘掉刚刚的囚鸟。好，那待会要离开之前。